兴隆，你有没有听过台湾有一句俚语，没吃过猪肉也应该看过猪走路？看你这个眼神，仿佛讲我是一条猪，是不是？还是我跟猪在一起的感觉？没有，我怎么会说你是猪呢？我顶多说你是猪头而已啊。那就没关系，猪头也不行啊。也不行是不是？不是啦，我是想要问你，主持世纪魔坊这段时间以来看了这么多的魔术，你对魔术有什么心得？哦，当然了，身为一个主持人啊，对于这个节目来讲，当然是尽心尽力，他全心全。要达到这个整个魔术的最高领域才可以。那结果呢？结果我发现呢，其实魔术来讲呢，它这个最深的领域啊，完全是不同的角度来切入点才是真正的。那敢问兴隆大师有什么看法呢？当然了，其实真正表演魔术来讲，在表演之前呢，是让观众看得懵懵懂懂；那表演之后呢，让观众看的是似懂非懂。所谓懂中带懂，真正懂，懂中懂中连到懂懂懂，懂其实不懂，他不懂他又是懂。这个你不懂啊，这个很深啊。好，就当我不懂。对对。那你懂不懂？我开玩笑，我当然，对不对？不懂。看你一副正经八百说的头头是道，原来你跟那些政客一样，就是耍耍嘴皮子。政客哪几个讲，指名道姓讲出来，我们听你没关系，讲哪谁 你管人家。没有，其实啊，这个魔术是不一样，最主要呢，真正的深浅啊，就在于说你对魔术了解的够不够深。当然，如果魔术两三下都让你发现，那就不算是真正的魔术了，对不对？也对。不过对于我对这个魔术的造诣啊，非常不是很深，但是如果要露两手的话，其实那是没问题。那没问题的话，敢问兴隆大师是否愿意呢？我愿意。那么不晓得本鱼愿不愿意嫁给我？那你好像很有准备样子，你就露两手来瞧瞧啊。露两手的好，那你要看清楚了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双手，你看，没有，你今天魔术只能骗骗那些小朋友而已，你居然好意思搬到我们节目里面来？当然，你说的非常的有道理。当然，我这个小招呢，算是试试身手，问号暖暖身而已。最主要是要练练手，让手柔软一点。真正如果再出来这一招啊，保证是轰动武林，呀动满道，年轻一流，动一流，多情一流，林一流。不要再演了，每次都很爱演。是，那真的来一招这个完全搞大的好了。好，搞大，对不对？一定要连道具，因为真正的要弄大，最大的魔术才是最最正正的。大的好看，大的好看，好看。那道具来，来，好，谢谢。哇，你真的要搞大，绝对来，绝对。好，来，直接来了。好，看清楚了。我比巴人卡你轻，我比巴人卡怕别。有没有看到？对，这个是安迪学不来的。还有另外一招，你看一下。嘿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李允辉，有点圆，爆料有圆。你根本不是来踢馆，你是来找茬的嘛？没有，其实这个不一定，最主要呢，魔术是高深莫测，懂中带懂即是懂，似懂非懂。好啦，想要看最神奇的魔术吗？想看最精彩的节目吗？现在开始锁定我们的世纪魔法王，魔神罗宾再度重现江湖啦！哇，一开始。我以为是什么东西突然飞出来。给你们圣诞节礼物，圣诞节礼物。你想见识摄影棚的灵异现象吗？再照一次明镜，今天就是让排乱，那我不必时时跟踪。对啊，你不要倒一模一样。原来厉害的人是我。是啊，再倒一次，麻烦你把它倒乱可以吗？有倒跟没倒一样。好，再回来，再倒。好刺激哦。真的，七点，刚刚的位置，我大了。喂，怎么可能呢？不是，我十点以后不能倒牌。妈，你有没有看过人是怎么样跟自己养小鬼讲话？对啊，先学那一般的普通话。讲国语吗？对。哎，你看，刚刚选的是红心。
你看着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收到收到收到，直接就讲话，你可以看到，他现在把这个下来了，手伸到牌里面去，拿了一张，拿了，我们先看看。他是不是能够找到 and 红心 A 好，再看一次哈，再看一次，再看一次哈。马上拿下来了，好玩哦！这个牌拿起来了。真的是红心 A 真的。这里有精彩绝伦的魔术，这里有叹为观止签署，就让我们屏气凝神，随着今晚的世纪魔法王一起为你揭开神秘的魔术世界。气球兔子，对呀，眨眼之间马上就做好一只兔子，奇怪啊！所以在我们每一段这个今天魔术当中啊，都要教一个简单的魔术教学，只要你屏气凝神，认真的看，你一定也可以学得会。嗯，没错。那今天这个大师要为我们安排的魔术教学是，很多时候秋天或者冬天的时候啊，女孩子会弄这个围巾啊，或者说啊丝巾，对对对，其实呢就可以。要来表演一些比较有感情啊、调情啊一下这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感情、调情、情趣就对。哎，想不到魔术师本身也喜欢玩这种蒙着眼睛那种游戏。不是不是，你在说什么？那还是绑手绑脚那个。哇，这是怎么变呢？其实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没有东西的啊，没有东西。我们可以在空中。抓一个结丢上去，真的假的？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真的有结，就打了一个结啊，一个结，再一次再看清楚一点，好，完全没有感到任何破绽，是啊，真结，不是假的结，真的结，真的结，对，好，已经拆开了，拆开，打一个结，空中可以打，这里是没有，好，哎呦。好了，就打成一个结啊！对啊，真的耶！哎呦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我试试看好不好？好，你试试看。对不对？其实魔术就是这样，一样画弧之后啊，可能就可以。对，这样看起来好像蛮简单的，不像之前 Andy 表演比较难的。我这手指也很灵巧，我跟你讲，平常有在练，你看看手指的整个指功呢是很强的，厉害。哎，你看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什么？有什么？而且形容你的手就好丑，很丑，很帅气。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。兔子，我帮你拿。重点是我是左撇子。这有分左撇，左撇就不能。这样比较难。可以吗？
投手，试试看，来，一二三，是这样，没有，动作是蛮漂亮的，很美了，很美了，是这样，在，哎，怎么弄？哎，哦，这样子，结是没有的了，没有，啊，然后呢，然后人家看，啊，掉上了，马上就有，哎呦，奇怪了，奇怪了，这个还打得很漂亮，手法。这样子好，手法在一秒之中打一个结，打一个结，太厉害！不，你可以教我们一下，现在，好啊，好吧。等一下，现在不能教，要等到我们节目最后，这些都是要等到有看完我们所有节目的人才会知道要怎么变。这样的还要先卖个关子，当然喽。好吧，那么待会再教大家，待会见。我就知道你可以做的嘛，大毛。好，找个大妈结婚了。裴林，阿庞 ，One Woman Between Two Lovers。品质日立无声冷气，听了再买。Motor Style Leading Style Motorola V70 Motorola My V70 全配只要16800。2002华人世界第一偶像苏有朋。2002华人世界第一偶像苏有朋 Sky High。 我过儿朋友，你叫过儿啊？你们呢？没名字，快帮小白金取名，就有机会当白金守护天使哦。他爱我，他不爱我，他爱我，他不爱我，他爱我。他早点学会走路，早点叫你妈妈，却不希望他太早来到这个世界，避免早产，健康作息，早产儿基金会给准妈妈的时时关心，因为有你真爱自己。法国克莱斯化妆品。It can stop a crime before it happens. Now, in a lot of trouble, John. 汤姆克鲁斯关键报告，今天上映。
信托卡有独享星际宝贝电影套票超低优惠价，一组四张只要900元，抢先订购迪士尼就拨0800-016-0800，还有意想不到的惊喜让你疯狂乐一下。 We are family。箱子里面，我们请兴隆自己转一圈，让我们看看四面八方是不是都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兴隆的演艺生涯，所以呢，我们放弃用真刀真剑，而改用气球做的剑刺在你头。不仅从旁边刺下去，上面一样也来他一剑。完了左边右边同样的也刺上三剑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箱子打开，会不会所有的气球全部刺在兴隆的耳朵里面的？天哪，兴隆的头为什么从箱子里面消失了呢？从镜头上看过去，只能够看到横着竖着的一根一根的气球，兴隆那一颗光秃秃的脑袋究竟去了哪里了呢？还是赶快把那个头变回来吧，免得一礼拜没有人唱歌了。当魔法王把一根一根的气球再度拔出来的时候，
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这项政府的法令大家都知道，目的就是不要让大家在喝酒了之后会做出疯狂的举动。但是你知道吗？酒瓶因为装酒装得太久了，所以有的时候连酒瓶也会做出疯狂的举动。我们来看看魔法王安迪的这一个悬空的酒瓶，一个还没有开封的酒瓶套在一个透明的亚克力架子上，一端我们用一个白色的杯子把它顶住，另外一端我们再用一个大一点的透明杯子寻找一个支点。好不容易两边找到平衡点了之后，安迪放手，这个时候他开始念动咒语。接下来当他离开了后面的透明杯子，难道只靠前面的白色杯子就能够撑得住吗？天哪，当白色杯子拿开了之后，整个酒瓶竟然腾空而起。魔法王安迪用手来回不停地画动，证明没有任何的钢丝，也没有任何的支撑点，这个酒瓶就这样子神奇的腾空而立。回的晃动，是不是有任何的钢丝撑住了它呢？果然没有，腾空的酒瓶这么的神奇。神奇的魔法王安迪不仅能够把有的东西变没有，没有的东西变出来，同样的他也能够把软的东西变硬，硬的东西变软。让我们来看看他这一次的魔术，绳子变硬，一条白色的绳子。再让我们看一下，它是不是果然那么的软？接下来，魔法王安迪要开始运用他的念力。哎，这不是少林的气功，这也不是姬童的魔术。这是魔法王安迪的念动力，用两根指头就能够让刚才软的绳子变硬，弹指之间硬的绳子又再度的变软。是不是他手上有任何的机关？我们让他再表演一次。把这个绳子离开你的手吗？如果这条绳子离开了魔法王的手，是不是还能够像刚才一样由软的变成硬的呢？果然在念动力展现之后一阵咒语，这个绳子居然在这个架子上头腾空而立。但是它能够变软吗？用念动力再，天哪，果然神奇，绳子变硬。以前我们常常听说有人能够运用念动力穿墙而过，不过那些是道士的法术。今天魔法王安迪要让一个骰子穿透他手中的这个铁片，一个架子，一个铁片，我们将
铁片穿过这个架，看到吗？一个骰子放下去，果然铁片会阻隔它的落下。我们再让大家看一次，这个铁片是不是真的一个完整的铁片？哎，天哪！刚才这个铁片不是阻隔了这个骰子吗？我们再来检查一次，这个铁片是不是一个铁片？我们再让大家看一下那个架子是不是一个空心的架子，完全没有任何的机关。现在我们把架子放在桌上，将铁片从中间插过去。好，我们把骰子拿起来，放在架子上面。一、二、三，天哪！骰子竟然硬生生的穿过了这个铁片，到底是如何办到的呢？因为他是魔法王安迪，世纪魔法王安迪神奇的地方不在于他会变魔术，而在于除了魔术之外，他还能够预言事情，就连骰子他都能够预言。我们来看这个预言骰子，一副六颗完整的骰子，从一